2022年7月28日，今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下个白夜晚拢是晴云到好天啦哈，啊，天气也个是真热哈。啊，过到过了后呢，部分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古历行到6月30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5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哈，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来，首先哈，咱来个报一件这个好消息哈，咱台湾这个台湾大学哈啊，有一项这个正先进的研究哈，研究出讲老人失智症，今嘛有法度人医会好。啊，这个老人失智症医会好，这必须要开刀啦。开刀来手术，原本吼，这个病人需要吼啊，自费100多万，啊，这个竟然手术啦呢。但是即马对去年开始就对啊啦，健保已经有咧给付啊吼。啊，所以咱啊，如果那是有老人失智的朋友呢，是不是会当吼伫台湾各大病院来普遍来做这款的手术，咱唔知影。但是这篇吼报伫头版的吼，互人看到实在讲吼。安尼真震撼啦吼，好兴奋啊！真震撼，真兴奋就对啦啦吼。主动脉变膜结核，听你讲讲是高年龄的杀手啦。除非啊，除了会致输掉这个心脏衰竭的镜头以外，原来会引发掉失智症的病出现。啊，最近经过吼，德讲。主动脉变膜吼，置换手术吼，这英文简称叫做 TAVR 哈。讲即卖已经真成熟，真侪病患手术了后啦，拢有得到真好的改善。台大病院团队更加证实吼，讲这项的手术吼 TAVR 手术了后，和咱的失智的情形出现了逆转。啊，研究的结果嘛，已经吼刊登伫国际真出名的老年医学期刊《老化》。台大心血管中心主任陈文章伊咧讲啊，讲失智症代志差不多会当分作是退化性的，包括这个血管性的两种，心血管疾病所来引起的失智症。啊，譬如讲主动脉吼啊，变膜结核，啊，这个病患除了会引起了心脏病衰竭的情形，原来会影响到脑部血液的流透，接下来去损害到神经认知的功能。大大团队有来观察啦，严重主动脉吼啊变膜结核的高年龄的患者啦，伫手术了后，伊的表达能力啦，伊的记忆力啊。病家吼比手术前更加好，因此对2015年起吼，已经吼进入了研究，纳入了平均年岁82岁，156名的病患，以手术前、手术后3个月甲1年来安排神经认知的功能的测试。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某欣啦，伊就安尼讲呢，研究的结果显示吼，手术前、手术后失智症的比例，对39.1%降来到27.7%，相当等于是吼，原来入失智定义的患者当中啦，有一成的人伫手术了后吼，脱离了失智症。啊，这个整体的病患伫手术了后的神经学啦，包括吼多项的认知的功能测试，拢有足明显的进步，而且神经的认知的功能的进步吼，拢持续吼到甲吼手术了后的1年也搁咧进步。啊，这个朋友的家乡的呆呆心理系的主任，这个叫做周泰立啦。这个代代心理系主任周泰立伊就分享吼啊，因丈人啊，因丈人啊，今年已经89岁啊啦吼，啊，因为走路会喘啊，
啊，就去就医呢，啊，发现到讲吼主动脉变膜结核啦，而且比较进前因着人啊早都已经失地症啊，啊买物件嘛拢思想吼未去一趟筹钱呢。啊，经过手术了后，竟然讲连筹钱啊、算钱啊，拢已经无问题啊，生活的功能恢复甲互人正惊吓。根据统计，今年7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有12.4%的主动脉诶病膜结核，其中有3.4%属于严重的主动脉吼啊，这个啊病脉啊，这个结核就对了啦吼。啊，心脏吼，外科主任啦吼，这是柯英斌，伊在咧讲讲过去，他当然当采取着这个外科开心脏啊，换这个啊，换这个扁膜的手术啦，啊，手术的过程必须要和心脏停止跳动，啊，来使用体外的循环机啊。手术了后啦吼，啊，这个中风症的并发的风险未当小看。手术了后无需要吼，啊，那咱拄只咧讲的吼，这个上先进的手术，这是无需要体外循环机啦。伤口呢直接对这个改变吼，迄、那个所在差不多吼啊，肚里边0.5公分，会当吼大大来降低高年龄患者的手术的风险，加吼无爽快。心脏内科的教授高显立伊咧讲，讲台大病院已经吼执行超过450名这款的手术。成功的几率有97%啦，以前无健保给付病人爱自付吼啊100多万，去年2月吼健保开始有条件给付，团队会依照病患的状况，予伊无同款治疗的建议啦。嗯，这个是真艰难的，哎了嘞吼，一消息就对了，不容易真辛苦啊，失地哦，一老多人哦。出人不失地了，多人你都不了解。老失地了，老出人老失地了，多人哦，对啦吼。哦，这家里是的吼，实在吼，那有些老爹是老母哦。嗯。这边来去，边来过这个生活吼，这些是真好人，真黑啦吼。安尼啊，没当无过啦，没当遐。嗯。啊，偏偏伊都唔捌处理。对啦。被输囡仔咧。哎呀。被囡仔较吃得呢。啊啦。出去有人唔知人等下咧。嗯。安尼咧，哦，这些底下是这些大大这个福音嘛，应该健保给付我爱较济咧。嗯，可能特别。对啦，这那聚会讲爱开8万呢，对啦，这个嘛真厉害呢，吼，这对钙边遐一个小伤口0.5公分，安尼我都手术甲对心脏遐起安尼。这里啊。钙边伫倒位呢？钙边伫上，比较要钙下起啊。啊，你存钱啊，就是都钙边里边。对啊，对啊，对啊。存钱啊，嘛是用对啊里边。对啊，这就是。这个医药。掉迄个大掉的这个动脉，动曾经个了，迄动脉还有个跌，还有个跌掉的，还无久的时间了，对吧？哦，这些是真不简单啊！讲哦，那实地讲真正讲，我也较好些哦，这是对人民的一大福音啊，以后的进步啊。嗯，对啊，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不是但吼较简化吼，靠药物啦吼，食了到底，和迄条主动脉吼变膜结核情形会当开阔一边安尼啦。啊，这个医疗愈进步，就是变成啊啦，这就是年岁食愈济嘛，就食愈济老人化的社会就安尼就愈来个，这相对的就对啦吼，所以。这个物件在看诊，因为这种手术，伊比起较早来讲，伊的风险降足济啦。嗯。哦，比较早来讲，伊的风险是降足济安尼啦，吼。好啦，啊，这即马这个健保呢，较早我也了解了对啦，吼。台湾了未有遐先进的吼，一寡好家人吼，那是心肺梗疾病啊，脱掉嘞吼。嗯。伊台湾那个不遐先进的一些医学啊。啊。你当中他说要用我的公共行动杀出来了。这个我一个会听呢，我心中会听呢。所以这种心中
什么人要得得都唔知啊。嗯，你看我因为心中暗暗无卜啦，你都会查会去电工发展呀嘛。嗯嗯。啊，那唔知啊，中方就啊，去客气了。但我是刚刚中方心会更一边啊，夹起来，中方我再讲啊，靠呀，心中塌掉了。嗯。后来赶紧澄清啊。嗯。哦，那样。是。这些是真多啊，一个对立的人吼。而且心中这加多失手，嗯，加多失手，而且唔知阿人都接受都无用，嗯，啊，那这在引起了失地，嗯，引起了失地，哎，当手术，厉害啊，嗯，是，你熟悉的这个，哦，对，啊，这健保是算这讲了这有条件的几乎安尼啦，吼，啊，上面叫做有条件的几乎呢，哎，当然啦，除非一定爱啦，啊，这了这有条件的几乎，可能就是伊个看状况无同啊。迄、那个健保几乎诶挺多无共啊，对吼，可能是安尼啦吼。嗯，好，这是即个叫主动脉瓣膜，这是真正人吼来。来，另外咱那个报一边吼，最近伫台湾我那正重视诶新闻，这就是美国诶国会议长啊，是毋是来到吼台湾做访问呢吼？咱这篇来个听，看卖听你讲讲拜登含强回头啊，今仔日要通电话啦，今仔日要通电话的。啊，讲诶，当然诶，议题有包括台湾，但是伊个关税无讲，无讲着关税，就是伊当时即个川普诶任内就对啊啦吼。嗯。像即个中国进口对美国企业物件，拢甲吼啊退关税，互因安尼歹做工课安尼吼。啊，有可能即个关税即项唔讲，所以最近即几工吼强回头啊，强回迄边迄个放。雕啦，话题大，大家讲嘅意思讲吼，即、這个佩洛西拿来台湾访问嘅时阵吼，无拜都着军事威胁就对啦吼。来美国联邦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后个月有意思要来访问台湾，这已经变成了美国中国关系嘅一件大代志。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啦。军方现在正在研究计划，要来对付任何发生的状况。美国参谋总长啊，就是联席会议主席吼，这个叫做密利啦。伊27日表示啦，将会吼尽一切的气力加措施来保护佩洛西出访台湾的安全。美国的国防大楼官员讲出讲，那佩洛西访问台湾，军方会来加强伫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兵力加吼军备的活动。这名官员拒绝来讲出细节，干那表示可能出动了战斗机，包括军舰，包括吼侦察的工具等军事武器的系统，为这个佩洛西飞来到台湾的行程，包括伫台湾的期间提供了吼保护科啊。正伫这个澳洲出来，要出席吼印太国防部长的会议的秘密呢？被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表示啦，伊讲哪准佩洛西议长，也是其他的任何人，决定要出国访问啦，并且请求军方支援，阮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因出国访问的安全。因为最近这个中国就对啊啦，侵权甲其他的国家吼，进行了危险的对立的活动，无讲出姓名的官员咧，讲有必要伫佩洛西。飞机啦，四周围吼，要来围线吼，一个缓冲区就对啊啦吼。啊，因为美国呢，伫印太地区啊，已经部署了吼，正明显的数量的军力，因此加强维安的可能，最主要是既有的军力来做处理。另外，美国呢啊，这方面也需要吼，就这个。求金来救援的救援能力，以应付任何代志的发生，甚至在空中，也是在地面上的意外的代志的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啦吼 ，CNN 27日报道，讲吼国安的官员即马当书底下正拍拼来说服这个佩洛西了解访问台湾可能会造成的风险。官员烦恼的，唔单是佩洛西的安全，一个包括着。中国如何
要回应，真侪即个官员有来讲出啦，讲中国的经济表现最近这两年表现了真歹，中国共匪头啊，习近平面临着有关伊第三任的任期，就是即个中国二十大啦，可能需要一场的政治上的胜利，最主要是。篇报道后边又报道吼，啊，讲是安怎，我无方便来台湾访问的，你甲佩洛西安尼讲，因为就是咱拄则所讲的，啊，有可能中国吼为着要展现啦吼，表示讲吼，伊啊正坚决的反对吼佩洛西访问台湾，啊，所以吼对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啊表现的阻挡吼，有可能去突出去，啊，包括美国有可能要保护佩洛西，完啦吼，就是正积极。为着要保护着伊安全，啊，完了表现了叫突出去，刷单底这个状况之下，两国单结起来，最主要原因是安尼，就是唔惊讲中国会怕这个啥佩洛西啦，啊，当然美国原来未去怕佩洛西，但是一边为着要保护，超越过保护的程度，一方面为着要颠错，颠错了吼，伊的程度想超过去，两国单对结起来，原因是安尼。两边在抢夺啊，抢啊尾啊，大家都结起来，安尼。避免啦。我拢收山呢啦，啊，原本是咧演戏啊，演到尾啊变真咧，有啊有足侪啊，有足侪人咧演戏的时阵哦，迄种事后报道出来啊，讲男女主角吼，伫咧演迄个床戏的时阵啊，对啦，床戏，哎呀，啊，所以无，迄种辛苦，拢有辛苦，啊，结果讲七步八步步到尾啊，从后手的女主角见小灯受气，讲后人咧演戏演到迄搭我顶起来，一直甲我用甲害我喷死甲必死啊，好呀，啊，真正就是安尼啊，啊，演变甲变真的出。对啦，这个物件是看美国家己，我是无咧在乎中国伊个态度安怎样啊啦，吼啊，中国咧抢毒，敢唔已经逐工咧抢，都是敢无咧抢啊，对不对？啊，重点是伫咧美国本身的态度啊，吼啊，至于讲这个拜登甲这个叫做共匪头啊，习近平要通电话吼，这26号拜登都讲啊嘛，讲伊将要砍这个做习近平通电话，但是足奇怪的是中国吼。到这时拢无要证实讲伊要通电话啊，中国讲拢无要证实就对了。啊，这讲啊，这什么原因咱唔知呀吼啊，但是这个要做啥呢？那准因两个真正通电话，佩洛西是不是会访问台湾？绝对是那议题啦。对，这一定系提起来讲的就对啊。但是我是要问美国一句话得啦，恁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是啊，唔是啦？啊，台湾是唔是中国的啦？就问你哪里念嘛？啊，你那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那认为台湾都不是中国的？那安尼讲嘅，中国跟他抢夺得伊唔对在先，那你说咧烦恼后边去插枪走火，哦，是不是？本来独立就是头尾拢靠政治嘛，是啊。啊是啊，啊结果无变的啦。系啦，啊你那是因为中国的压力，啊到尾啊，这个佩洛西抓无法多来访问台湾的话，如果啦，真正是安尼，啊你美国以后变哪敢讲讲，咱是民主社会来对我美国带头的。哦，你就去用中国这个独裁国家压落底啊！马明讲最近俄罗斯的变成单呢啊，俄罗斯在怕乌克兰的总控之下，赢得差不多屡输表态啊呢，表现出这种精明出来啊。啊，这个算了啦，这也是小平常心看就对了啦，啊看。这个到底小拢无，就是讲二十几当前迄东西嘛是同款，这个职务的局长来到台湾访问都无安那。啊，那这个时阵访问的时阵变到这严重了。啊，这怎么？迄东西我算算时间多你定位去进嘛。那时阵起码出差出差。啊，迄个时阵含咱台湾含中国嘛是。在台湾哦，因为地区的所在哦，大家拢足紧张哦，啊紧张，你定位手感像是无。我记你电话，你转总统的时候，弹了拍到对咱台湾才过来。不啦，迄是咧，是假啦。正经是咧紧张，是这么个情况紧张咧。不啦，二十几当时。是啊，你电话也是。迄是咧表演的尔，表演的尔，即嘛是真正要提台湾的，真正要提台湾，因为头拄好报有点六报过嘛，习近平要提台湾，第三点要做的啊提台湾呢，应该有一个交代呢，哦，咱这个是
足派咧，足白咧。对啦，啊，但是昨下暗看电视的名嘴咧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阵啊，大概是一致通过啦。嗯，拢是讲佩洛西非来不可啊。哦，因为中国呛个阿美会，阿拉总讲无来的时阵，阿这个好笑啊。哎，对，哈。好啦，啊，台湾的伫这个所在也未走去啦，哈，啊，就看你家己美国本身的态度安怎样啦，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做全国的中国的迄落迄落部长吼，啊，甲包括即落系吼，伊同较早你听的时代是无同款的啦。嗯，伊阵物个无搞来咧啦。无啊，主要二十几年前，美国甲中国是足好。嗯，迄个时阵是足好。伊阵也无咩其他玩啦，佮无啦啦，但是即马吼，伊讲淡薄讲。嗯，是，好啦，继续看戏咯，哈，来，进攻过来。哦，安尼有清楚无？哦，有。哦，黄姐，好，你好。清啊。好，啊，你讲食咱的产品未歹，要参大家分享一下吼，来。喂，敢有听我的声？有。啊，你唔是讲有食阮生产公司的产品？啊，你要甲阮做见证，要甲阮分享。公司哦。嘿。哦，你阿先生。对，阿先生姚林，你家嘿。哎，来你讲，哎，你食了安那，你什么原因要食咱的产品啊？食了安怎？即马讲，我紧听。哦，你要叫我讲，这两回呢？嘿，你的卡电话讲要做见证，嘿。食许多上诶。哦，对，是。嘿。哦啊，袂歹啦。哦。那个，食安尼有较改善啦。好，啊，本来是食安怎？什么原因嘛？啊，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吃那产品呢？啊，你那个我是要给那脑神经给伊较好呀。脑神经哦，嗯，哦，啊，你原本是什么情形？敢未当简单讲一下？那个有，伊拢有咧吃迄款迄个爱困的药啊。哦，吃吃落去是。哎。这款的副作用有减少啊！吃物件、吃药啊，类吼，感觉会副作用。啊，伊这我就是讲，我是几十年前我有甲你买，我本身有食啦。啊，食我的身躯，甲健康真好啦。好是。啊，我就是报我的囝食，啊，我的囝甲伊食，伊有一款副作用的问题，拢有改善啊。哦。啊，食安，伊是原本咧困的时阵爱食安眠药啊，对啦。改善伊就，就迄个有迄个副作用的物件，总变食了总无副作用，哦，总变好去啊。是，哦，是。哦，你讲原本咧食安眠药啊，啊副作用是安那什么情形啊？我，你啊傻傻咧。啊？你阿咧讲话就系无计清咧，哦啊，无计清哦，好，我记啊，主要就是讲食安眠药啊，有就个副作用啊，对啦，哦，好，哦，啊，食咱咧士多山是阿改神调的对啦，哦，食伊都上诶，迄个副作用诶，会总变白啦，总好起啦，安尼好，总哦，伊都上个。改过啦，每款卖的代志拢变好个安尼。哦，了解。啊，迄个副作用是安怎样啊？副作用啊，你敢？哎，我就是咧讲，我你唔是阿星啊？吼，是，系姚玲阿星啊。哎，因为我知影的人是一个叫做张天君个阿星啊。哎，迄足早，我看伊，伊两个不无咧做啊。有啦，阿即摆咧甲你讲话，即摆咧甲你讲阿星，就是咧甲你讲话。因为我
以前拢是阿兄啊，甲张天军在讲啊。对啦，对啦，对，嘿嘿嘿，安尼好。哎，你我可能退休啊。有啦，有啦，有啦。阿今麦咧含你讲咧，阿大哥咧讲诶啊，邓大哥咧做诶咧，嘿，好。好啦。好好好，阿五婶。我甲你讲安尼，安尼啦吼。好好好，好好，阿五婶好，感谢你哈。哦，好，哦，好好好，感谢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是咱中国兵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哈。咱独家帮咱做见证哈，就以这个吴先生哈，大哥兄哈，啊，听伊在见证的过程当中哈，应该哈过了十当钟哈。有咧听咱这个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啊，当然伊印象当中吼，就是啊，伫这个张天军张大哥加阿星啦吼，啊，所以底下咧吼，你加问的时阵吼，有可能真久无听咱的节目，但是三遍有一直咧输赢吼，原本就是伊咧吃，啊，后手因后生应该是吼，这个困眠有啥物障碍啦，困未起，啊，就爱吃爱困药啊。啊，恁咱食爱困药啊吼，你长期性食咧搞着西药物件吼，总是有一挂副作用出来。啊，副作用出来吼，伊嘛无法当讲啊做清楚副作用到底是啥吼，有可能因后生无甲交代甲正清楚，啊，所以吼伊嘛无法多，因为咱拄只咧含伊对话的过程当中，听众朋友你应该冇听到吼，无法多人正清楚，啊，大概就是讲，安尼靠食安眠药咧困，啊，即嘛吼，安尼食咧到底时间固煞短有一寡吼副作用，啊，副作用类吼无食袂使，无食你困袂起啊。啊！你要吃，变成副作用出来，所以的卵吼，白云头先来吃，杏山、喜多山，讲起嘛好好啊。即嘛吃阿面也 OK， 无副作用啦，吼，爱就真欢喜啦吼。啊，所以吼，卡点呢来甲咱吼啊，这个做见证吼。咱有讲过杏山、喜多山，这原本就是一个机能性的食品，也当帮助吼咱恢复吼原本的机能啦吼。有当时咱登记来吼，有对答吼去修正掉啦，包括吼你吃西药啦吼，啊是安怎样啊吼啊，一个状况出现的话，你吼，机能性的运作会断无正常去，啊无正常去，咱会当靠杏山、喜多山慢慢来个调回倒转来，好咱这个机能性的运作，佮恢复了原本的正常啦吼。杏山、喜多山吼，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咱这个是中国民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咱独家这块这个见证单吼，这是上上新的这块见证吼，听咱这位长辈时代的年会吼，应该是真有啊。过了十年来啊，尤其过了十当前有咧听咱信山公司台湾人俱乐部节目，啊了后有咧使用咱的产品呐。但是后手无继续听，啊，产品有继续买吼，因为咱有电话吼，又继续持续买，一直到个因后生吼，后来讲唔知呐，出什么问题，并无讲啊真清楚，跟他讲吼，因为这个困眠的障碍，必须要吃安眠药，叫我多人困。啊，结果吼，吃了到底刷短副作用，啊，副作用到底副什么款的作用，伊嘛无讲啊真清楚。没讲啊，清楚，但是开始吼，伊就鼓励因后生来吃这个喜多山，即卖副作用拢完全好去啊吼。啊，咱由于这个长辈时代吼，咱迄个听你讲的，包括了解迄个了解吼，这人这个人足有慧啊，吼足有慧，一长辈时代吼反应真慢啊，所以伫咧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耳康人较当听啦吼，所以伫咧对话的过程当中吼，无正顺数吼，但是总是以讲使用杏山、喜多山，互因后生原本吼食西药、苏三星的副作用是嘛好啊吼，啊咱个正恭，那个正恭喜啦吼，啊咱家有一支中国民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咱也有需要吼啊，的朋友咱拢个当利用一支电话，你别个做教会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吼。来接落来咩啊？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吼一首正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台语歌曲这是张秀清所来演唱《车站》。
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哈，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来接落来，咱们来个报一篇昨昏日本的国会议员嘛是请这个防卫大臣，包括请防卫副大臣吼，安尼一件人吼来到台湾做访问。日本跨党派的国会议员所来造成的苏克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啦，昨昏已经坐的飞机飞来到台湾，展开了为期四天的访问。除了吼啊，觐见总统、副总统等呢，嘛个会含
一寡有关的单位来做见面，共同团长日本前防卫大臣赵破摩众议员伫机场表示，讲即次将会伫台湾待比较搁较长的时间啦，会甲国保会啦、地库啦。来好好来进行区域安全的议题的交流，请大家多多指教。日本的议员团有着赵破摩，包括前防卫大臣吼，冰点正一众议员担任吼共同的团长，啊，这个团员呢，一个包括前防卫副大臣然后等到啊交九啊众议员，包括吼参议院的总务会副会长吼清水贵之啊，这个参议员定总共有四名国会议员。赵破摩伊安尼讲呢，伊讲原本有更加侪的议员要做回来，但是另外三名诶国会议员突然间煞吼，较紧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啦，所以临时就无法多人来啊。啊，比对着访问团诶名单吼，无法多人来台湾诶三名众议员，伊诶名一个叫做吼简元新书，啊一个叫做吼啊渡边周和，啊另外一个吼啊渡边周啦吼。加着北神归拢了，对啦，然后赵破摩伊表示，公司处会伫台湾停留四天，会加各部会啦、地库来进行安全议题交流，特别就是伫乌克兰加俄罗斯情势间谍之下，想要扩阔来交换区域的安全，而这个。政策意见啊，媒体有问到首相吼岸田文雄是不是有和访问团意见呢？赵破摩伊表示咧，讲即次访问台湾啊，这个事先无特别甲岸田政权有意见的交换，但是相关的访问行程拢经过日本政府的许可。外交人士指出呢，日本的议员访问团伫关键的时阵来到台湾。这就是释出了很重要的消息，无论是不是说属于安倍派的关系到台湾海峡的安全，早就已经吼是这个自民党党内无分派系的共识，更加是日本政界跨党派的共识。访问团成员呢，嘛会专程来到十指五指山国军公墓来啊，祭拜着李登辉前总统。对日本这个这嘛是算政治人物啦，对不对？啊，这之前阁是日本的算国防部部长吼，防卫大臣嘛。啊，你甲看伊来咱台湾，强威啊，搞配啥货？连就就拢无讲啊，对不对？啊，佩洛西要来强威啊，就硬硬硬讲啊，四国乌白呛声安尼吼，甚至讲了做无排毒要污染什么种种，这更加展现着佩洛西来台湾的重要性啊。好，伊凸显的就是美国，你这个自称叫做民主国家的带头的，有法度对抗着这个独裁国家、罗马国家。美国人啊，那第二顺位的人啊，啊，一个现任的，对啊，对啊，现任的当然你阿强会站袂条啊，对啦。啊，皮，这个就破玻璃，这已经都落林米啊，落林米，嗰啲去上条边来佚佗嘛，拢伊嘛无得管理啊。所以这人，这才是哪个人指标性的问题嘛，对啊，这才是指标性，所以。这个佩洛西会当来未当来？佩洛西今仔日落林阿强就不会参与。好、哦、多对啊对啊对啊，当然是一点啦。落林啦，是咧普通一般的、一般的人就对啦，就请请咧什么会，请咧什么会吼？迄阿强就变差别啦。那、当然啦，啊所以。所以今天就是强威啊，当面的所在愈配愈大声，就表示佩洛西来台湾的意义性愈重、愈重啊。是安尼的想，对不对？啊，但是你美国那总讲时到，我真正叫去佩洛西怎无来，还是安那因为延期啦，什么种种不管。感觉相对红的，感觉怀疑讲啊，到底你美国，到底所谓的对抗着这个独裁罗马国家，你的坚决的意志到底有影？美国来的这个众议员，什么种种哦，是真坚决哦。系啊系啊。但是拜登的政府是小可有咧有咧考虑哦。惊惊啦，惊惊对，惊惊啊！像你讲，惊惊对啦，听到敢那像惊惊咧。政府就调人家保卫，这甚至是迄个众议员，什么外国议员，什么啊，遐，迄是不差别咧。阿强阿边啊，那是来个去看嘛，来个对不对？但是政府是说懂慢慢懂体力，别说咧叫啊，那迄个样啊咧。啊，看来到底啊，说都拢无讲啊。所以。这个物件讲啊，反正我那真紧啊嘛，今仔日就礼拜好啦，今仔七月礼拜嘛，八月初嘛，
八月初五那粒米就搞啊，吼，按时搞再个看啦，吼，啊，那种美国真正去用中国虾一个抓丢伊的话就对，啊，你美国以后是咩啦？佮谈咱讲，咱一咱台湾这个做啥？你美国一旦包装还是什么种种，都变成拢跳皮啦。这个哎呀，打折扣啊！没啦，系啊，就去用打折扣去安尼就对啦吼。但是希望啊，因为昨吼电视的名嘴都只我讲嘛，昨我也看吼，大牌只名嘴差不多清一色拢总讲绝对来就对，甚至有的人讲来团吼。一个比有史以来最大团的就对了，啊，希望真正是安尼，希望真正是安尼就对了。旁边我讲，如果佩洛西呐来，会伊要陪伊来，伊嘛要陪伊来就对了。但是旁边我可能无多坐咁只飞机啦，系伊无多坐一只美国的军方的，系伊就你买可能爱另外排时间啊，就排好咁佩洛西。见面安尼就对了，系啦，好来好，来感谢，阿恁来进广告哈，阿恁咪接个倒转来感谢。好，咱时间的关系，咱准备要有联播各电台来做工商插播啦，哈。啊，那叫报纸咧报哈，啊，讲这个叫做今仔日呢，这个叫做拜登啊，有可能会甲强威啊头哈，啊，这个叫做讲电话，哦，讲有可能是啦，吼，可能就是今仔日，啊，到底会啊未，唔知呀，因为中国去平壤拢无要证实啊。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爱传承关怀演唱会将在8月13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高雄市立社教馆与社福团体们相见欢，由我陈雅兰歌仔戏、陈美凤、毕淑静、方季韦、李宣荣、刘福柱等众多艺人共襄盛举。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与永达社福基金会邀请您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日复一日的工作及忙碌的生活，是否压得你喘不过气呢？一同来享受学习的美好。高雄市有七所社区大学，包含语言、手工艺、在地文史探索等课程。111年秋季班自即日起开始报名，不限年龄，不限身份，欢迎搜寻高雄市终身学习入口网。以上是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广告。我想跟你去登山。登山健行是很好的户外体育活动，但是一定要审慎评估自身的体能条件，携带合适装备，评估天气状况，做好计划。我现在就开始每天锻炼身体，做好准备。很好，安全是每位登山者自己的责任，不管高山或郊山，都应该跟有经验的领队或是聘请专业的向导随行上山，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热天这么热，为了煮食，无应该大粒瓜、细粒瓜，实在是真忝哦。来，青草熟食包，退冰就水的吃嘞，退冰就水的吃嘞。有鸡卵骨、鸭肉、咸猪肉、金门高粱烟肠四款料理，要吃多一项就偷多一项，五分钟就串好一项菜。青草熟食包，退冰就水的吃嘞。金卡0800-893-893。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左代中89.5，快乐左代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
众朋友，气破、血气流血、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过滤的喙齿花。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应该即马变健康的喙齿花。这唔是我白讲的哦，确确实实哦。啊，咱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各位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敢知影台湾人俱乐部原来有LINE，您敢知影要安怎样加入台湾人俱乐部的LINE呢？加入咱台湾人俱乐部的LINE了后，就会当收到历年来节目的精华，甲三位主持人啊，伫线卡只有的温中版的个人秀，张天君好听的台语歌曲。阿星笑亏的广告内容，邀人丰富的历史故事，拢会当好咱的好朋友第一手收到来独家的放送甲内容。欢迎啊，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加入台湾人俱乐部的来，无论时段随时收听。张天君、阿星、邀人、新坤邀请你。0800-558-969 0800-558-969，你只要打通这支电话和服务人员留下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传一个简讯给你，试下去就会当加入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 LINE 的好朋友，0800-558-969 0800-558-969，感谢。来非常感谢，咱家都有一挂活动来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哈。这就是咱今年的古历七月十五中元普渡哈。咱台南市龙宝宫时间定在新历个八月十四，古历个七月十七，礼拜日的下晡三点的庙前要来举办哈，安静和平庆赞中元啦哈。啊，咱欢迎所有的众信拜丁哈，会当地这个普渡开。用了后呢，来到团城来参拜啦吼。啊，龙宝宫叫我那提供的金银纸吼，诶，银冠包括普陀米一个普陀片吼，金银纸每一分一百，普陀米每一分两百，普陀片每一分一千就对了啦吼。咱呐有需要吼，要做普陀啊，要来拜拜的朋友吼，咱都感觉讲啊，最近疫情都阿未吼真平稳吼，啊，无啥爱出外去含人客人安尼吼，咱咧当直接。用电话卡来龙宝宫家来个做人官吼，啊通牒，啊你大家做伙来拜拜，啊当然普渡完末了后，咱只所有人官的名单拢会来化金祈福啦吼。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0626-95115。0626-95115。另外，这个一个活动呢，这就是咱台湾啊教师联盟第七月三十一日礼拜日的下晡七点半到五点，要伫台南市的成功大学吼大文所教室举办一场台湾公民宪政甲人民教育系列的讲座。啊，有三位这个讲师呢，分别都是日本京都大学吼法律系的博士。李明准先生来分享着国际新形势之下的台湾的处境加展望，另外就是辅仁大学的法律系教授吼姚孟昌，伊嘛要来分享为什么台湾啊需要吼啊制定一部新宪法，包括咱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吼张俊良先生要来分享如何推动吼啊台湾新宪法的运动。听众朋友，咱啊对这场啊这个座谈会吼。
有兴趣的朋友吼，咱这是采取报名制吼，因为伊这个教室内面的座位有限啦吼。啊，当然咱是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拢会当来参加吼。啊，要参加吼，有一个报名的电话，咱直接吼先卡去做报名吼。啊，报名的电话台北0223960900，0223960900。以上报告，感谢。是，感谢哈。啊，这个活动给咱做报告，咱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阿连咪这个得等来来，来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台中市洪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无你的日子》。好来，共同欣赏哈，感谢。Yeah。
感谢哈，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哈，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来接着，咱们来甲分享一篇哈，这个台北的选战哈。咱知道目前啊，台北市的参选人有民进党陈时中呢，啊那国民党呢就是张万安哈，啊另外一党到底是要代表国党还是亲民党哈？这真正哈，到目前为止哈，未清未楚的黄珊珊这三人呐。结果这两天的电视新闻，咱个拍开起来看哇。跟他亲像刷单市中含瓜分天两个题在对决，在选市中这样呢，瓜分天，瓜分天都呛讲伊是第四组的啊，伊都家己呛安尼啊。所以这种吼，同一挂公菜吼，啊，加迄个张万安加迄个啥黄珊珊背走了了，啊，互因两个人到底是有算啊，无算，煞同我火气安尼啦。台北市中瓜分天曾经讲过啦，讲吼内湖的交通无救啊啦。结果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听到了后呢，伫昨日伊话讲，啊那内湖交通无救啊，得换人来救嘛。结果即句话一个传入去到吼啊，陈时嘛传入去到郭文铁的这个耳仔内呢，好郭文铁呢气噗噗啦，见小灯受气，呛声讲吼，卖伫阿咧讲讲是寡有诶无诶，就对啊啦。对今仔日开始啦，要逼你攻击啊，迄、那个政见。郭文铁伊呛声讲，对今仔日开始要逼陈时中攻政见，就对啊啦。结果陈时中听到了后，反批郭文铁讲：啊，你是毋是吼对上气骨唔掉去啊？迄当时台北市民选你做市长，就是要叫你做。工作做代志啊！啊，即马煞叫别人教你要安那做，啊那安那话，得我来做得好啊！哦，即股表现我看吼，郭文铁伊个气甲吼俩讲下啦。即个陈时中做人的口舌，即、這个郭文铁曾经讲内湖的交通无救啊啦，伊强调讲未当讲无救。那政治帮，那感觉无法度人救，就换人来做，换人来救嘛。结果郭文铁长接受访问的时阵啦，吼、哦，就开始受气啊啦，就骂陈时中啦，讲什么打高空啦，讲那要解决掉吼，这个内湖交通的问题，应该爱提起掉这个具体方案啦。阿麦底阿咧说来说去，唔知咧讲什么啦，问题不清楚，再去吼选市长安尼啦，并且放掉呢。甲陈时中放掉了，讲对今仔开始吼，要逼陈时中你讲出政见啦。结果陈时中听到了后，随甲回话讲，迄当时选你做市长，就是要叫你起来替台北市民做工课啊。啊，你煞叫我提供意见吼，你啊哪安尼都我来做得好啊，派你去做安尼嘞吼。这个黄珊珊昨昏我那出席一场台北市啦电动车吼啊快充充电站的试办计划启用的记者会。表示啦，伊讲吼看什么规半工啦啊，安尼吼看未到，这个陈时中提出吼改选出来啦，啊过去民进党历届的参选市长的人选嘛，拢讲吼话要吼啊前进上山机场解决内湖的问题，但是至今也无看到具体的改善的作为。陈时中昨昏阴暗，今后咧出席到市议员参选人吼颜若芳啊，伫这个滨江市场诶。一龙啊，一龙餐厅的大礼堂啊，一个有这个赵怡翔的文山区的花木吼批发市场，所来举办的乡镇欢活动，啊，两场活动就对啊啦，好，拢吼吸引超过500人来出席呢，现场一旦讲吼真闹热就对啊啦，但是当基础工都打开始参选的时阵呐。有讲过台北市的市政吼，有去停止啦。有去停止吼，啊，去拖延掉啦。这时候
啊，不忍心吼啊，气吼积极的客气话啦。但是最近了解到市政为什么去停止拖延掉的原因呢？我问听吼，讲什么每一天要逼伊来提证件呐？我咧讲，我问听吼，你可唔着对象啊呢？我是台北市民呢，啊，你是市长呢？选你做市长，就是要叫你出来替台北市做代志安尼啦。应该是你市长吼爱说明给阮市民知影呢，那煞叫阮市民甲你要安怎做安尼啦？啊那安尼得我来做就好啊吼，迄是吼无担当的做法，我绝对不应准。但是中医嘛，对着家己来讲啦，讲未来会做一个吼，会向交通，会向做工课的市长。但是中咧讲讲，大家将责任交予伊，伊一定会打起来。对这个过去，一直法院一直存的记录，会当看到，伊对问题来一向是直球对决。绝对袂将责任撒予伊的部属。过去为何部的部属啦吼，讲有伊做部长吼？大家拢会当安心去推动所有的工作。有人讲伊这个年会有啊啦，但是中回应讲我体力好啊，就那亲像时针安尼同款就对啊啦，无得停，一天早起四点钟啦吼，伊啊要叫民众吼做伊的分身，甲到三间邮票未来有市长啊会做工作，有议员会监督啊，会向做对的代志，有乡亲的支持，会当好市政。推动更加有力，但是中有一个外号，即马大讲叫阿中部长关系啊吼，其实伊个外号就是市政的啦。陈时中啊，陈时中吼，大意就是陈市政啦。所以读大学的时阵，伊个外号就大家拢叫市政的，叫到即马。好，好啦，啊，挂问题就尽量出来引安尼好啦吼啊。但是中的有当时啊，讲话加趣味有啊哈。啊，挂问题你就要出来，当面的所在到到了嘞，你就做你出来啊。你出来是啊，蒋万安甲黄珊珊甲白莲花。基本讲话，但是中讲话未去伤人。未去伤人了，对吧？有咧吼，像挂问题咧，讲话做好伤人啊。哎，啊，但是哦，但是中讲话未伤人的地方，互人听得够听哦，东边人听得够听。工作实在就有道理了，开得大声嘞，开得当个扑不掉嘞，对不对？有道理招撇天下了，不要这样。你做两年嘛，这个来我创不好势，我来做啊。我做两年，我来做，我来我创不好势，好势。对啊，干啥呢？对不对？啊，这也是正常的啊。不过我来做，我来我那做不好啊。都不是你挂问题个，对不对？无啦，上好笑是现你们去问迄个做啥咧？去问迄个要调整的人，讲啊，你要哪做？啊，当时就因那里都问唔对啊！你这现你们人，你问我就可以我来做得好啦。啊，你就送我来做。你脾气都等我哈。我就讲你用挂问题，你脾气都等我，我做你看。啊，这个我气起来，我气起来看。挂问题这个人吼，伊无可能讲。也无出声了，对啦，吼，啊，就小夸大家读一下，你啊，声都吹出来啊，吼，安尼也是好啦，吼，啊，伊就，哎啦，伊就尽量配合啊，啊，咱都讲过啊嘛，这个那是啊，个叫挂问题吸引的人吼，我都无认为讲伊是大牌，哦，当然，咱这个个人支持不讲迄无差，但是啊，个支持挂问题的，我真正是无多认为讲这是大牌，对啦，啊，其他的。你挂问题，准则讲你是要替黄珊珊抢票，还是安那？因为不管，反正你了加陈时中，你那两个人，你咪话一句来一句去啊！哈，变都好啦，哎啦，陈时中又赶快有新闻的迄个频道嘛，赶快有新闻的曝光度嘛，啊，伊个迄个就做啥？迄个关注点赶快拢低咧，啊，但是你挂问题安尼赔哈，像晚咱做啥上知啊？像晚咱招什么刑警，什么人知啊？哦，对不对？哦，啊，黄珊珊咧变啥？什么人知？没人知啊？哦，对了哈，来了，挂问题你继续啦，哈，尽量啊，哦啊，上个是恁某做位出来安尼啦，哈，对啊对啊，上个是恁某个做位加入的话，更加努力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哈，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转刷定位下来。那另外再有一篇新闻哈，这就是有关这个高嘉瑜哈，今嘛目前伫陈市长的竞选团队，我那担任一个是正重要的角色。
啊，昨昏啊啊，昨日吼去参加一场政论性的节目啦。咱知最近诶，桃园市长林智坚吼为着气候，安尼忧心的人士甲我讲伊论文偷抄啦吼，啊包括吼啊所谓的市里边棒球场出了状况问题吼，安尼讨论人甲我讲人甲积极甲吼，伊一场记者会开过一场记者会伫遐咧拜会呢。结果这个高嘉瑜偏偏是民进党诶国会议员，无跳出来收听。竟然讲伫这里，还是昨昏应该是这里的代志啦。讲去参加一场这个啥电视的政论节目啦。讲吼，啥物民进党即马内部吼已经传出了对啊啦，讲要换掉林智坚的计划啊啦。啊，那无的话吼，一死五命啦，意思是讲吼，一个吼拖死其他迄五名，诶，即个啥，迄个宜兰市的市长的选举就对啊。啊，即句话听到了后，阵河南有教授去，昨昏咱有看到吼，即、這个政论性的节目吼，庄明焕吼，我有教授去的。伊吼，安尼伫即个山顶吼，底下咧批评即个高嘉瑜吼，你讲话真正实在吼。有够含慢讲话，啊！你无想讲你即马是担任什么款的迄个职务？伊讲你今仔日若无当派，啊，是毋是国会议员，毋是什么官员，迄领导的代志？你今仔日是担任单市中的，诶，这个啥？诶，竞选总部重要的职务？今仔日内部也无这个消息，你出来咧乌白山，包括郑运鹏，嘛出来咧甲指责批评，讲你高嘉瑜，你无代无志去参加政论性的节目，啊，乌白讲这的话，如果有一天你若出代志的话，动人无相来听你啊！那高嘉瑜这个人，咱都在诶，这个新闻涨哦，都有出来啊啦，还是顶日啦参加的啦。啊涨，另外代志，系啦，顶日啦系代志就对啦。伊参加是哪的啦？哈，都是等都无讲啊！哈，啊，伊是凭什么讲什么中央一个关注讲要换？啊，重点就是涨诶暗诶，这个政论节目这个名嘴就对啦！哈。大家拢敢那用能力啦，叫做鬼扯啦，鬼扯啦，拢用鬼扯。对，张我看到，讲的对啦。系啦，张我看到诶，我都记啊，全部甲记清楚。你所谓的这迄个赵天林啦，对，好赵天林阿水的兄啦，好阿哥，这个就做三个另外阿哥，这个无迄个，我看到郑红仪去打的吼。哦，哎，对啊，所以这根本都拢我们的高家也讲迄个话，到底啥物人甲你讲？什么时间跟你讲要换林志坚啊？什么人、地点、什么时阵？爱讲出来啊！那你刚刚就故宫，那民进党内部这个声音，啊，这声音就跟你高嘉瑜呢，有个啥呢？嗯，哦，是啊，不是啊，这查某是咱就是哦。我一点哦，先讲哦，给讲这个，我一点不个动作是民进党的。对啊，对啊，对啊，你讲对了。我一点是不个动作民进党的人啊，起码要共同来讲啊。嗯，听没有？哦。啊，不是民众啦，那是有啥物人个个黑嘞？啊，是民进党咧需要这个人，都不是咱咧需要这个人，你个安尼嘞？对不对？哦，你民说真正唔知高嘉瑜先做安那？对不对？啊，伊讲话，啊，伊个倾向，以后个有嘞啦。系啦，这绝对啊个有嘞啦。这过去到这个政治风，偌济人即马拢会顺咧，拢伫中天嘞，你讲一句话有无？这个是拢无舞台啊嘛，伊即马有舞台咧呢，好无舞台，伊就去变哪呀？我讲，即马重点是后边呐，后边迄个立委的选举了，对啊，民进党会更加提名。你给这个有啥路用？对啦，啊，即重点是民进党你敢会处理？对啊，这已经几啊遍啦，吼，支持者是看到后尾俩公司啊，呢啊，伊是啥物所在？讲啊快点，我罗正系招你听，哦，啊，所以。啊，唔系，就是讲到这个查囡仔，就是唔知啊。讲我来感觉讲你了，伊无一变甲民进党会当公司迄条做啥，会乜子嘅，可能感觉是啊。这个人可能感觉就对啦，民进党伫台北市迄个选区啦，包括新北啦，包括北部啦，只要地面高啦，边较悬，伊就咧车巴巴扛车啦。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敢那亲像要共安怎样，我都安怎样啊。今仔个陈秀忠也好，陈市长啦。其他个陈市长也好，林志坚也好，这两个人背离也无够当，绝对叫拖死的，那边边的。啊，我多。其他个你伫陈市长边啊，你服务呢？你竟然敢管啊？对这个桃园市长去？啊，桃园市长也不是你选的，你嘛不是桃园市长的名义代表，你是管啊？对啊，其实要送啥？没关系好啦，
不是你管唔到的，台湾都拢无要紧的，对，但是你袂使去讲迄个话啊，你是去讲话问题。上个详细的民调出来啊，林地坚44.几%，阿哥赢过迄个张善政的37%呢，赢过伊过过呢。啊，你不是无你讲乌白讲这个话，讲什么中央传出来的消息？讲要换掉林志坚，那不换掉的时阵呢，一死五命。嗯，这寡严重的指控，今仔日咱讲实在的，有可能等那个林志坚也是斯文人啊，无真正三年经就变出嚟。讲你，我咧双家底下吼，强抹乌抹干咧，这里那干枯底下咧，背会袂清啊，你个跳出来搞啥子咧？那就跟他们江湖嘛，迄、那个这个江湖无吼，小江来，哎、那個，迄个什么江啊，南江来湖。我被红坤民一种一句话啦，七种诶过去都拢有啊啦，起码是冬天诶哦，查甫也有啦，贵诶拢冬天啊，迄拢无舞台啊，你听，迄种较早做过就贵诶啦，我卖讲点名啦，迄种无喏拢有熟诶，安尼吼，安尼是冬天诶啦，我去看迄网络啦，啊网络都有啊。哎、啊，不是拢小民进党这人个淘汰的吗？高嘉瑜就是一个，今麦就是要淘汰这个人嘛，对不对？民进党人没你两年后没选好呀啦。啊，我是感觉这选好都不是民进党的啦。这个两年后吼，大概我咧想啦，高嘉瑜赶快会去民进党个提名啦，赶快是会提名啦。但是咱就来想嘛，啊，提名这种诶。就邓侯伊家邓侯国民党诶有啥无啥无讲啊？哦，对不对？都安尼想尔，那是过去诶啊。系啦系啦。哎，你一道票邓侯诶中间看到伊讲迄个话啊，看到伊都安尼，对不对？啊，你是过去讲啊，我无特别自己当特别邓侯，卖邓侯了啊。哦，今仔我那是伫伊个选区内底，那我那是选民就对。虽然民进党提名高嘉瑜，我是袂当好。我袂当好啦，卖去投尔啦。我在我当废票，人家废掉安尼尔就对啦吼。啊啦，那其他人咱是唔知影，但是这个高嘉瑜才是用太济遍啦，或者是足本大讲这个杂音啦。啊，你会记你迄个做啥呢？迄、那个陈时中迄个时阵，伊迄个团队咧成立的时阵，高嘉瑜从那皮皮火火跳起，皮皮火火跳落来。前后无到三秒钟的时间，就走啊，就走啊！阿门阿啦，讲哎，我咧赶行程，唔要徛伫对面一边。啊，我是想无咧，阿哥纯说唔得这个人啊咧，啊你无几个叫你啲团队去拍门拍声啊？咪爱得系你咪立威啊！好，放个桥就好啊，我睇立威啊，对不对？哦，听下咱的个性啊。我到底未讲啊？若看到高嘉瑜伫个团队内底，我讲是咧嘛，是咧嘛。啊，问题，即个想法都唔是像咱想安尼。对啊，咱是在只去，只去咧讲话，自己咧讲话啊。有啦有啦，你瞧咱咧讲迄个佩洛西啊，中国愈强，你愈爱来，更加展现着美国对抗着这个独裁的那个决心，哦，对不对？啊你。那结果，咱来看嘛，这美国政府白种地的所在卖了五内三内，种种有诶无诶赚大钱了了，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哦，政治这个物件，坦白讲啦，干那当票是咱家己会当去做家己决定尔啦。你看，一下民主是感动的吼，来听着讲这个话，大拢个耻笑。哎呀，大家冇干咩？耻笑干咩？啊，人家人唔知啊，人家人本来同斗阵，人家无同斗阵咧，是看报纸啊，佮知影讲伊讲迄个话咧。人家来同平常时拢有咧斗阵咧，有咧斗阵，我唔知即个抖音来诶性质先做啥吗？我这个想法是嘛？对啦，我讲咁对，无啦，啊，你应该比咱更加清楚一百倍啦。无唔对啦，啊，伊个心态就是啊，那是个国会议员，民意代表是客服部。客人你的这行开，伊都要点人讲，我做水呢，我做水，你看我瞪白眼怎么回啦？啊不，等讲吼，我的歌声做好听呢，我吼切我做水呢，我讲听你歌声我好听，对观众大哥对不？搞咩啊？我唔爱听啲嘅，我怎么写讲？因家人家政治人物，因咧做会中间，应该是非常清楚这个人嘛。对不对？啊，咱唔知啊人啊，是看报纸噶，等于讲伊是这种自动型的啊。啊，哎，那是十分的清楚啊。结果伊嘛无到，无到对啦哈。过家己好啊，加看加身边啦。好啦，来进广告啦哈。阿连咪加个倒转来，安尼好啦，感谢。我忙家己挂掉。非常感谢咱今日从四川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酸这产品了，对了哈，
啊，咱雄狮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圣兰公司大湾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狮驼山的对。因为咱咧卖狮驼山的过程中间就是啦，太侪雄狮是大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狮驼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的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切的感受就是讲吼，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掉。这种情形之下，听着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人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也变成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掉。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想要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心情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高位，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举独秀了掉。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姓也掉，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石头山，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对。忽然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圣兰公司石头山这位产品。所以用石头跟来台中平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是做危险。这大家唔免讲，我唔免讲，大家要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啦，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通，两个月啊过去了，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当然，那有恁骨锁，这骨头金立平的第二代，当然啦、啊，叶王树，大家把别食迄个，迄个扒手法官呢？咱第二代就是扒手官啊，所以说，要经过两关的这个制作过程中间，就靠我多人制作这个相关的扒手。保护目睭，这个金立平的第二代吼，保护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说来，咱信兰公司哦，啊，个有咱的这喜乐通了对吼。咱这个喜乐通吼，这是咧过冬啊，冬啊边吼，特别爱穿起上哦，冬啊边那是较棒嘞吼，啊，唔知啊，中间就是会变成虚弱啊，这大家拢会惊吼，所以特别好咱注意了对吼。这个喜乐通就是咧吃这个过节冬啊边，冬啊边那什么的，是因为这是全部拢瓦困。乳酸菌，好，我记得一直打三十几了，一直硬推啊，硬吃，啊，吃你中间就对了，咱大便就要放放我处理就对了。所以说你啊，这无安尼个处理就对了，迄等下白海打三十几了对了，你无法当处理。所以你把这全都研究一波啦，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这是咱保护咱这等下清气，较未生出我这等下毛病了对吼。这是喜乐通吼，我保喜乐清，血液好，从许多今日才装病，这个血液好，按摩摩。在咱这个血管内底，这个流通的中间，你果然全身骨啊，每一条血血管就对了，拢爱修炼，还是顺来全部拢爱通，无通就出毛病啊，无通就代志就大条了对。所以咱的五宝血清是好你讲，在你慢慢在你未通的中间就对，好你感觉讲，哎呦。这没什么毛病，人三星的中间的这个，这个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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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人的身体上，人的种种的血液来通过这个脑，你的训练啊，都用一半的啊，用一半的啊，对吼，这是咱五宝虚六清的这吃血液的，和你通的物件吼，啊，没有脑壳，没有胆固醇会有啊那个对吼，补充根。那雄气多见才种，比如你会来看有的雄气是多吼，那这个放尿的出问题吼，安尼你头壳干，怕点我来跟咱公司叫，啊买等于，啊个吃看嘛呢，和你放尿会较顺畅呗。这那不会顺的是搞外处理哦，就讲讲会去，就是掉破损了的吼，这特别介绍咱保顺跟合理吼，会安说，并且雄气多见才种，比如病的人真济啦，但是真济拢找唔到医生啦。不是讲找唔到医生啦，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对啦，当作感冒啊，就顶找唔到医生啊。病那些人哦，伊头壳来晕，头壳来晕啊，种种个心肝哦，哎，有那些杂杂，阿唔只排骨，安尼就对，阿唔只排骨啊，卡一把，卡不一定几多对，尤其寒人，我一定爱惊人。所以从前两天，你啊当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对，迄就等于吃唔到药啊，你都无感冒哩。因为那是病的出三星的，会不足三星的对，所以讲那个会昂说，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呢病的人哦，他都给了，女性朋友介济啦，啊，因为他有的雄气多啊，介济了，拢病的就对了哦，所以病的三星的竞争，你那吃谁要叫医生讲看不好，你该等下吃咱信任公司能够说，安尼就对了。不是能够说啦，就灰羊所对啦吼，安尼对啦吼，所以灰羊所专门咧食贫血一别一种，等于恭喜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哈。好来，感谢阿伯时间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大家开讲破刀哈啊，新闻二特别跟咱做补充呢，拢无要紧，哈，咱电话沟通26995-6，26995-6，台南的电话我拨他并不卡，再麻烦加一个06哈，好来，感谢啊，嗯，来你好，嘿，好说你好，哎，大哥哈，是你好。我昨来补充迄、那个，即摆就是林志坚迄个棒球场吼，迄个林德先，你知无？哎，林德先，都受伤迄个。伊迄个球受伤，伊就是骨折啊出的。哎，这个左肩是没光，那边弄个脚，他关节挺撕裂。孙大哥，嗯，相信到迄个伊关节是撕裂伤吗？你相信吗？你拍过亚球的人？嗯，伊我是无看到伊个影面啦吼。安尼啦，啊，所以我嘛唔敢去讲啊。关，伊讲关节都已关咗嘞，无关节全撕裂，就是关节两小钢，好紧个头。迄个过来一厉害，你知无？过来厉害是即个轻巧的动作吼，太过于疲劳嘛，你才去厉害嘛。即咱拢你啊，一出道吼，出道有可能出道的中间有滴啊，迄个金块头有气了，可能会伤到，这是有可能啦，这是有可能。不，但是不导致于撕裂啦。哦，撕裂哦，撕裂是。以撕裂伤哦，为了球技断掉而已。啊，这真简单啦，这脑撕裂伤的中间这病都去查掉啊。
病都、就是啊，我病安怎讲啊？就是病，伊讲伊是撕裂伤，讲伊是来长刀嘛。哦，爱抓撕裂伤是拢爱去长刀啦，也在迄个撕裂所用迄个纸啊，甲胶合开啦，爱个附件啦。伊是咧破，伊是咧新竹，啊硬迄种叫粗了，安尼就对了，粗了就对了。粗嘞，啊即摆讲啥物肩胛头，讲啥物外一粒石头啊，全大粒变龙掉。我你讲哦，即美国的大联名是上真嘞。出了的是够多呢，就伤了够多。美国大的明星这个选手吼，出得了吼，停了台了半年以上，无当比赛呢。啊，唔得伊每日掉地，唔得每日掉地。还有够多，每一队都拢有正牛的选手，掉伤的啊，掉伤拢是伫掉来掉伤的呢。哎，啊，唔得伊每日掉地。是安尼，林志坚的脸书都还用灌爆。马进啊，林志坚都出来回了啥？是的啊，讲要加护衣啊，这样是一个处理方式啦。嗯，就是讲迄个皮夹布咧，都讲头上软啊，小软啊。新嘿，新的棒球就张金阿伯介个，就有一个刀手牵一个卡肉生意，你知无？碰到迄个一个生意怎么？嗯。诶，伊个伊阿未改个，你就冇听一个许卡古许声音啦。伊个佮伊都是正杂个嘛，啊，伊个做卡伊个都用站了，你知无？哦，处理嘛，哦，做卡处理哦，哦哦，伊做卡爱夹起来，要倒手做卡爱夹起来，夹起来，落土的先处理就对啦。这个事实，这倒手做错啦，这安尼对唔对啦？系啦系啦。啊！啊！对咧，讲大呀，讲啥物红土啊，上嫩，粒啊上大粒啦。讲你咱早就拍手臂的人，你又就接着啦。这反应未改无？不该做弹跳啦。是啊，是啊，是啊。来，感谢啊，来，你好。边三位老师，老师你好。咱对于那个高小姐哈，伊个枕头套老房间很脏乱，那个哈，迄个伊个个人习惯啊。按个因都在咧开这款店嘛，寝具店，那敢袂甘要讲一个月该换一摆啊？好，啊，讲顶边啊，再去了去了，迄个林什么书一个哦，暴力相向啊，他平时啊，你大概该停个安尼啊，结果，今嘛个安尼嘴一个嘴安尼啊笑。哦，真经有影，你无讲人也袂给你当作下教。真经有影，嘿啊！特别你都看得落去啊！在球赛吼啊，拍清拍板啦，啊无这款情形，啊若要讲，就是有代志，唔讲就无代志，同你讲。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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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民进党中央啊，如果若不处理这个升高的中央部啊吼，我跟你讲啊，会去拖落去，会去害害一个姚文智，对不？是。中央啊，姚文智被牺牲去啊。我是台北市的市民，我拜托你一天一天都打电话去北平东路，239299989，哦，拜托的，哦，是啊，这个中央部啊，不处理袂使。是啊，中央讲起来就对啦吼。当然咯，哎，啊那无吼。哎，那无我即摆人是第一讲呢，我无算计过，我是会抓人去去去，去北京公路控制哦，我帮你处理哦，不能走哦。好好好好好，感谢啊，镜头我听到了，哎，你好，高赞，哎，不严肃认真哦，嗯，叫电话，嗯，系啦，阿未严肃啦，对啦，啊，什么人叫都是拍的。今年的经，年纪跟自己过少年呢。后来，他跟老人生，因为今晚在内地，无人咧病。啊，算计都是病，无人咧病，特别无人咧病。啊，个苗地嘛咧，叫只阿伯话，从头前讲，俺家的人拢结病。别干你到诶，干用干你也得病啊，蛮个人的病。啊，伊咧条高音也差别袂离个啦。啊，对我估计有多很有啥厉害一个人病啊。啊，算计拢啊，就对足着一个人个病。就我这样看。买那个买只电话挂掉。谢。来，你好。张大哥，美国的职业棒球有分两部分，美国联盟、国家联盟，国家联盟，对，还有
王建民迄个洋基队吼，伊那是招手唔免走诶。嗯。啊，唔过你若参加世界比赛，就是国家联盟、美国联盟对起来是啥物？迄世界比赛，迄个规定就取消。招手相共爱来招手爱来讲，爱来讲，爱来走啊！啊，这个王建民去跋倒以后，含球场1000000无关系。嗯，咱查起最主要原因就是伊个事先含马英九这个大赛啊，手了软跋倒。感恩谢谢。其实通常拢是发生伫徒手无，可以，就是高度使用挥臂呀。对啦，因为我家己就是纯练伤，我那是下标枪诶无。哦，下标枪诶哦。啊，这种纯练伤，既然也咧讲来讲，两骨啊破啦，也滑人，也滑人，伊都要流出来了。是，另两个关节底下破。嗯。哎呀、啊，所以讲，可能本来有些伤啊，个跋倒去弄掉吧，是啦，再一个他疼啊，是有可能啊。你讲，哎呀、啊，所以那是高挥臂运动才会产生的。啊，你讲加手来讲，咩损裂伤的机会较不遐侪啦。嗯哎、欸，可是哈、啊，那个很痛啊，那个痛起来是连在轻伤、重伤你都弄不完。做完过了，做完过了。哎呀、啊，嗯，好，大哥，感谢你，谢谢，因为我很久了哦，好，谢谢，表兄啊，表兄啊，你好，你好。大家好哈、哦，你好。人讲迄未死就看多改变呀，对吧？啊，你运动拢会运动伤害啊，运动伤害轻的啦，啊，看情形啦，嗯。啊，你若惹着恁的人哦，啊，要想着啊，你无怪讲，哇，你着恁那做个只重。啊，管哪一路，咱咧未死就看多改变啦。民进党的那里选要选吼，初选无法当用排，算卖用无法当用排烂民调，要用家己，拢用排烂，无用排烂民调，安尼到这伊就靠机会点。啊，但是伊咱民进党的中央若无爱来，咱百姓爱家己用淘汰机制。对啦，家己淘汰。先卖底，讲完即先卖嘛。嗯。啊，我是感觉讲哦。已经给高嘉瑜一个机会啦，迄、那个破皮啦吼，去让迄个拍架，然后继续安尼做，阿该拍架会脑残，啥物我都唔知，或者半身不遂坐轮椅啦，我恭喜啦。嗯，好，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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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啊，新友，你好，阿兵阿成啊，阿兵阿成，阿兵阿成，来来来，一百敢无听到你声？我讲这哦，伊林志坚哦，伊拍这论文。你这做讲的啊，民进党那拍二二六六安尼啊？无啦，好讲是咱咧感觉好讲，但是因咧参选人袂当像咱咧讲啊。我知啊，伊咪在讲啊，这大大都是啊，论文是我写的啊。我比如讲，来，这四国民党讲，一直讲张大哥讲，哎、欸，你看咧奥多拜，这明明就是张大哥奥多拜，爱讲张大哥共投牌奥多拜，啊你阿讲，啊这奥多拜你有在投牌咧？对不？啊，你意思就是安尼嘛。国民党就讲，硬计讲，哎，张大哥，你让投近奥多拜哦。嗯。啊，你啊见面和我话哦，你见面哪个哦？啊，这奥多拜我来啊。嗯。啊，伊之间的写论文的意思就是这个问题嘛。了解了解。对不？安尼咪做好牌嘛？你今仔下面今仔有诶无诶啊？了解了解。好，来好，时间真棒啦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两面再个倒腾下来，感谢。我这个救援哦，受伤的时阵哦，应该救援家己想清楚了，是场地问题，也是伊多劈落也是问题，你抢一条球劈落的问题，救援想清楚，甚至球团还出来讲话，场地有问题无？阿像我是不知道有球团出来讲无啦，应该球团，啊个去选手本身还出来讲，这不是因为这足大足严重啊，这
这那是真正讲的场地问题啊，无要场地问题，人家我弄落就对啦。是球员家己破了，伊家己清楚家己，嘿啊球团会当去监严，讲破了东西，破了迄个时阵是先做啥？应该得爱出来解说好详细。忙大家当啊，小的当啊，大家议论纷纷啦。嗯，安尼就对啦。我是敢讲，这需要出来讲话啦。咱是会使安尼讲啦，但是林志坚都袂当哩。林志坚伊第一时间。我今麦是咧讲球团。我知我知啦，啊，林志坚，球团绝对会知啊嘛。林志坚都去甲球团回去咧啊，啊个讲。当然伊是去对嘛，啊，小的议论啊，那些算命家回去咧。啊，球团有上帝问题，无上帝问题。